由曾国祥执导、周冬雨和易烊千玺主演的剧情电影《少年的你》首日票房破亿。电影改编自九月系小说《少年的你如此美丽》，由曾国祥执导、徐月珍监制、周冬雨、易烊千玺主演。该片讲述在高考前夕被一场校园意外改变命运的两个少年如何守护彼此，成为想成为的成年人的故事。非凡娱乐实时报道。